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呃，那么我们继续学习精神啊、呃，修信的重点啊、呃，大家需要明白前面讲的啊、呃，增加效率的方法非常重要。呃，这也是呃现在很多人身上存在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人听了后呢，还没有完全消化在自己的心里面。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再用一些譬喻来做引导啊，以、呃、便给大家做这个启发。 啊，做这个引导啊，这样的话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就是说，譬如这个六根绳子从不同的这个方向拉一个东西，那么这样呢导致分散的力量啊，由于这个方向不同啊，使得没有办法迅速前进。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六根绳子操作一个方面拉，那它的这个速度和力量。 顿时就增加了，而且呢，发现已经在自先前进，非常有效果。那么这就表示啊，我们每个人纹是秀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心朝着六个不同的方向去做，那么就会心里分散。哎、呃，如果所说,说的间接啊、观念啊，或者呢思路啊、所趋向的目标等等都有所不同。 那就会发生很多矛盾，呃，甚至呢彼此之间产生负面的作用。还有怎么想，也就是说，譬如啊、呃，我做六道菜，那么其中第一天啊、呃、做一道，炒了十分钟，没有做数就能下来了。那么第二天呢，又做一道菜，还是炒十分钟就停下来。那么第三天呢，做第三道。 菜也是这样子，那么结果呢？一个礼拜做了六道不同的菜，全都是剩的，没有数。到了下一个礼拜，那么第一天把上周呃剩下的第一道菜拿来炒十分钟，没有数；第二天把现现第二道菜拿来炒十分钟，还是没有数。那么就像这样，现在很多人处在这种可笑的一个状况里面。 如果能换一下，也就是说，第一道菜一次性炒二十分钟，哎，这就作数了。然后呢，再炒第二道菜，又是二十分钟作数。这样来做，那么所有的菜都能作数。那么这个呢，就是比喻我们每个人应当呢有专和庆，那么其中专就是专业的专，就是在一个方向上用力。那么这样利落 就大了，哎，这样力量就大，而且呢，前进的速度快，哎，同样这个轻啊，轻做的轻，这个轻字啊，就是指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哎，就是指为了达成一个目标，相续不断的用功，使得他达到要求，这样的话呢，很容易成熟。所以呢，专业啊，勤做啊，不断的用功，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有效。 又比如说，用这个凸透镜呢、啊，让太阳光聚焦，那么这个光的热量不断不断的加强，很快很快就达到燃点而燃起之张。但是如果呃不聚焦，那么这个热量是分散的，就始终达不到燃的点，哎，始终达不到燃点。又好比这个烧水啊。 一直烧下去，很快就能烧开，呃，成了开水可以喝。如果烧烧停停，就始终烧不开，哎、呃，也就不能喝，哎、呃，也就不能喝。啊、呃，这就表示啊，如果我们不能援助一个目标，持续的用功，哎、呃，这就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呃。同样又好比攀高峰，如果制定了一座高峰， 一直沿着他攀登，持续的努力，不断的升级，那么最后就能达到最高峰。那么另一种方式就是好比啊有五座高峰，这个人收线呢攀登第一座高峰，走到一半的之后呢，别人让他去第二座高峰，他就啊下山开始爬第二座高峰，还没有爬完，又有人说。 第三座高峰非常舒展，他又下山，开始爬第三座高峰，最后累的只能坐在地上，哪一座高峰也爬不上去了。又啊、呃，譬如绿信，如果跟着一个乡道，朝着一个方向走，那很快就到达目的地。那么您一个人。 听说两个香道都很好，就同时跟两个香道走。那么由于他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结果这个人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往西走，他的这个行程呢就非常缓慢，而且内在心里呢始终没有办法表情导致呢这个修法没有任何的效果。又好比一个人挖金。 才挖两米，看没有水，就换了一个地方挖，挖了三米，没有见到水，又换一个地方挖，挖了一米又放弃。像这样四中挖不到水，最后啊渴死了。哎，同样又想一个人造土房，刚刚砌了一面墙，一看东边风景更好，就去东边造。 又刚刚砌了没有多久，觉得南边地面平坦，好打地基，就该去南边去造。刚刚砌好地基，又看中了西面的山坡，就去山坡上盖。刚砌了一面墙，就被大风刮掉了。那么就像这样，他始终没有房子住，没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那么翻过来说，也就是说，一个人探测到地下有水，那么他在那里坚持不懈地挖，那么最后就挖出了水。之后呢，依靠这个如意抱圈就能够横使向用，就好像一个人盖房子，设计好图纸之后呢，一直按照图纸盖。那么首先呢，打好啊地基，再砌四边的这个墙，再盖房顶。 那么七天之后，他就住进了新的房子，十多年都住在这里面，生活非常的安定。啊，这就表明我们每个人呢，制定了计划以后呢，要专一，要持续，要静静。那么最后呢，我们每个人会有水吃，会有房子住。又好比一个人呢、啊，点好了蜡烛，但是因为 不注意保护，一下子就被风吹灭了，重新又点一次，又不注意保护，又被风吹灭了。同样又像一个人对免分，刚对起来，风一吹就全部刮散了。他又对风一吹又刮散了。这就表示我们每个人没有包好这个坚持和保护啊，没有包,包好。 这个坚持的坚以及这个保护，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人点后呢，蜡烛以后呢，再呃用这个灯罩罩起来，这根蜡烛啊就能够持续的燃烧，非常稳，非常亮。又好比一个人对棉啊，这个可以说有很多这个面粉，那么对的有很多面，就又好比一个人呢对好这个面粉以后呢。 用啊一个大盘扣住，那么这样面粉呢长期不会丢失。呃，就像这样，有了一点成果之后呢，我们用心去保护它，不呃，不受呃经验的干扰，它就会得到真正的坚固。哎、呃，就像这个铁烧红的时候呢，要赶紧打，这样就打得很快，而且呢能打成。等到亮了，就打不动了。 又要去烧，烧完呢，又马上把这个放量，又打不动。就像这样，前面两天刚刚好一点，但是中间根本不去思维，不去创新，之后到了星期六就全亮了，亮了以后呢，发现根本打不起来，老是凉凉热,热热，永远没有办法达成。就像这样，我们现在啊，正在荒废自己的人生，每天。 每个星期、每个月等等，都是这样荒废我们的这个下面的生命，那下面的这个生命。又好比一个这个女人很想生个孩子，怀了三个月流产了。那么第二次怀孕到了这个第四个月，胎是浮肿了。第三次怀孕才五个月，胎儿又死掉了。呃，第四次怀孕才两个月，呃，就死了。 就像这样，他始终生不了孩子，这就表示他的时间不足。同样，又想这个拔苗助长，他老是呃去看这个禾苗怎么还没有长大，我我爱爸爸，八万呢，他就增长了。别人都会羡慕我的，哎，这么想，但是这样怎么？ 也搞不好，最终全部扒坏了。意思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呃嘉兴，怎么还没修完呢？赶紧缩短一半时间，满扎班擦擦擦擦两下就完了。那么这样哪里修得出真正的一个清净的质量呢？是不是啊？或者呢，想修这个实在太难了，反正练起来很容易。 看谁嘴巴念得快，舌头转得灵，哎，谁就是修家心的冠军。那么结果呢？他就凑数字念过去了，达到。后来发现这个人啊，什么也没修出来，纯粹就是玩弄的法，哎、啊，纯粹就是一个玩弄法。那他为什么要修家心呢？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等等。那么像这样。 不要再做这种愚蠢的事了。那么以上讲的都是在批喻专一、信捉见吃长久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我们昨天讲的啊，这个可以说专清见旧，呃，就讲了这么四个字的含义，通过批语来描述下来。哦，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这些批语对照的，就是讲这个。 啊，可以说转清见旧哦，必须确确实实这个在这个菩提道路上面，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要学习佛法，必须要转一勤作见之成就，这样才能够啊成办菩提道的啊修行啊是这样子，好比这个以土积累成一个高峰。 那么下面越坚固，上面就越平衡。哎，那么下面、啊、越坚固，上面就越平稳。啊，上面偶尔落土也无伤大体。但是如果下面稍微崩一点，整个高峰就会清退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谓的这个“词地修法”也是如此。啊，就是说。 人天成秀法不稳固，小成就不稳固；小成基础法不稳固，大成就不稳固。大成偶尔有确实不伤小成，但是小成是坏，大成一定堕。哎，就像这个，高他最高一层有损，很容易修补；但是最下层崩塌了，那么上面各层都会全部崩毁。 不再留存，哎，不再存留一样。所以呢，大家需要记住啊，共同称，也就是孝称的无常乃至处理啊，包括界定会都是呢大臣修行的根本。记住，孝称坏了，大臣肯定修不上去；孝称不坏了，大臣才可能升的。所以呢，米拉日巴尊者的口诀说啊：地处锈丝，高处刀。 欢欢秀是快快到啊！所以呢，平时我们说欲速则不达，因此呢，下下的基础一定要稳固，才能成就最上层的果。所以呢，修修前心的时候呢，首先要修外前心，才能成就内前心，有了内前心，才能进入大圆满的正行。 啊，是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一个道理，大家必须要明白，必须要接受，必须按这种来修行。哎、啊，同样，好比这个治病，医生是给病开药的。一个人没有智慧，他想药都能治病，是很好很好的。于是呢，医生开这个药他也要吃，开那个药他也要吃，所有的药他都要吃，结果吃了。 这么多药，他的病情反而加重了。又好比一个小学生，在他面前有从一年级到大学博士课程之间的所有的好的书，那么他想，这么好的书，我应当全部看。他就在一次之间随便看，乱看。那么这样他能得到什么呢？或者说？ 那是最好的书，所以呢，我现在从最高的书看起，然后呢看词语等等。最后呢看基础的，这不是颠倒顺序了吗？哎，就像这样，有很多程序混乱的问题需要了解，否则在原机上没有顺应付出很多的精力。 却不会得到真正的结果。哎，就像这个医生开药，也是针对不同的病开不同的药，也有很多很多的情况。那么对自身来说，没有这个病，呃，去吃治这个病的药也没有必要的。有的药是治中六的，而你得的是胃病，吃了也不是哈。就像这样。 医生治病的时候呢，有很多全窍的方便，针对不同的病人开不同的药方，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讲到这里，有人就问了：道慈经里面不是说三乘法全部要受持吗？当然三三乘法的内容全部都要受持，尤其是大乘菩萨，他要做不可思议光大的。 分法立正，那么为了光大利益，其他宗室的员工呢，也要受制。但是呢，不能理解成每不发，你都要去听，而且实际上没有合理的安排。所以呢，很多人只了解一点点，以一句很简单的理由下个大的结论，实际呢根本分析不清的。就好比各种阴阳。 我们都要吸收，但是呢，能不能一天把所有营养全部吸收了呢？或者说，能不能毫无禁忌的随便吃一百种菜呢？又譬如,如，你没有得这种病，需不需要吃这个药呢？医生给别人看病，要先了解药，掌握掌握后才开药，但是他自己需要吃所有的药吗？ 如果已经治好了病，还要继续吃那一种药吗？呃，或者呢，对一个人来说，教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之间的课都要学，现在他上了六年级，还要回头学一年级的课吗？那么，诸如此类，很多人呢自己混淆，产生刻重、粗谬的看法。 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道理。看起来呢很有必要一样的，实际上呢不一定当下对这种人、对这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不一定全部需要的。所以呢，现在什么都是乱套的，秩序混乱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必须要了解通过这些比喻所讲的啊要义。说实在，其实很简单。 你就按照谦信的轨道，对真道谦所需要的要素方方面面去充实它，没有的地方尽量升气，薄弱的地方呢尽量加强，脆弱的地方呢尽量稳固，这样大号技术再往上一层走。大家也清楚啊，其实也不多，呃，就是大圆满前信所讲的十三层法要，真正。 上碍呢？发药以后，人就得到了很大的成熟，其他的小问题啊，自然能够解决。但是现在人的智慧、福德都很浅很浅，连一个很小的问题都处理不来，没有智慧去判别，哦，不必说关心别人，连关心自己都不会。 不必说考虑很多其他的问题，连考虑自己都考虑不清楚，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当中。又好比一个学校是个年级，每个年级若干班级，每个班级有个学科的老师，那么其中一个学生就认为，这么好的一所学校，有好多好多的班级。 而且呢，有好多最优秀的老师讲的都是那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课程，那么我本人就应该全部要听。于是呢，他从招商第一节课开始，前五分钟听一年级的课，下五分钟听二年级的课，这样每五分钟换一个课听，在一天当中呢。 每个年级每个老师的课统统听到了，之后呢，他在所有同学面前很自豪的说啊，我是最能够摄取知识的人呐、啊，我全部都听完了，都听到了，都听完了，而且我听得快，听得多，什么课都能找到方法去听，那大家听了都要笑死了。 那大家听了都要笑死了，为什么呢？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个学生呢，最后考试都是考零分，为什么呢？因为他胡乱听啊，胡乱的听，这样听当然是轻松的，但是呢，考试是需要听了以后思维，思维以后做功课，最后才能过关。而这个人所有的时间都在混乱当中度过。 最后考试的时候，啊，老师给他了一个鸭蛋，啊，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就好比一个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吃的全都是免费的自助餐，只要打开门，里面的这个菜肴琳琅满目的，他可以随意选取。结果呢？他以谭玉兴把无数种菜全部摆到自己的眼前。 哎，结果呢？他以弹起的线、啊，把无数种的菜啊，全部摆到自己的面前，然后呢，就是左手拿叉子，右手拿筷子，尝尝这一盘，吃吃那一盘，尽情的享受东西南北的各种美菜结果啊，吃的长长的，胃没有办法消化。原本呢，以为这是这么美的事，现在发现。 还不如在家吃母亲做的家常饭菜来的舒服，养人是这样子。啊。又好像现在的人呢、啊，喜欢到网络超市里逛，里面的这个花啊，就是琳琅满目的，这个也喜欢，那个也不错，五六个小时买了这个几十种，后来发现自己的脑袋涨涨的，糊里糊涂的，心思散乱了。 就这样打坐王相睡着了。那么久而久之，内在心里一大堆妄念，没有办法理清看来是犯了消化不良的病症了。又好像这个正下酷暑，才得到一片云，偶尔讲一点点玉粒，北风一吹呢，东落一粒，西落一粒，才靠近干土。 就已经消失了，难以期望雨水回入孝溪，之后呢再回入大海。这就是指现代人呢在世间法上面有非常多的欲望，东攀援西向受，搞得很乱。那么同样在佛法上也是随意的乱听乱学。那么由于不能专修的缘故，那么今天。 入进去一点点，还没有入到性上，马上就干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入一点，又干了，根本没有办法汇聚成六。更无法发展成浩瀚的大海。如果能够处理这些杂乱，呃，就好像成语“从早到晚，面面不断”之后呢，雨水逐渐。 逐渐的会成孝心，孝心呢会成大海，汪洋浩海，相续留住，那么最终成了圆觉大海。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你没有处理，没有转移，而且扎秀十年一补一汗，呃，不如已经处理的人闭关七天。为什么呢？因为他原理炸断，原理间断，原理障啊，相续不断啊，越转越深啊。 啊，所以呢，真正有志向的人应当有这个趋势，这非常这个有效果，非常明显的。就像我们这个可以说啊，一个月当中就是有四个星期，星期天学一点点，那么一个月当中只是啊，这个可以说七天当中学一点点，那效果不明显。但是年底假期的时候啊，这个封闭形式的啊，这个几天连续这个可以说就是共同文字修心，那这个力量，这个。 提升智慧的帮助，或者是这个人多的智慧汇聚在一起，然后呢，团体的福报对自他的这个发生昏迷有直接提升的一种帮助，甚至呢，当下没有杂乱，没有间断，没有然物，相续不断，越深啊，就是越新的内心深处有个触动，然后呢，越啊钻越深，越深入越有这个智慧的力量，明显这个可以说提高的一个啊帮助啊，就像这样子啊。 所以呢，不能这个可以说就是啊，怎么说呢？就是杂乱啊，这个杂乱多了，确实不理想啊，不如这个可以说就是扎扎实实的，尤其是这个闭关啊一种方式来，这个可以说就是修，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啊力大是这样子。另外呢，又想这个猴子啊，取这个抱固，那么右边去了一个架在这个左边的。 腋窝下面来不及吃，然后呢，左边又取一个，架在右边的腋窝下面也来不及吃。这样一来，等架在右边腋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掉了。然后呢，一他又举起来，又掉了，又取一个，又掉一个，他忘了无数次，最后只得到一个，然后吃下去。那么大家需要明。 明白，少年学法人应当多问，哎，法门无量，发誓学习。那么中年以后呢，这个记忆逐渐逐渐衰退，这个时候呢，就要知道有波翻越守住一个道，这个非常关键。无量的这个法门都回归到这一个上面，另外有什么听问的，也集中在一个上面，在这个上面呢。 精益求精，这样长久之后，自然可以远成。所以呢，所谓一机一切，我门无量资源学，正是同一这个目的达到的地方是一样的。大家也清楚，年轻的时候呢，精力好啊，年轻的时候呢，精力好，记忆力强啊，不妨设计面大，多学一些来，这个可以说开启。 见解。那么中年以后呢，真心的力量甩了，记忆力也差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有波翻越，抓要害，把我煎要的，哎，把我煎要的。所以呢，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一条路啊，司机已经涉桂呢道的要害。哎，譬如这个修大人们潜心，就涉及到了道的要害，而且呢，他很煎药。 那么这样就一心在这条道路上用功，学什么样的方法都会在前进的修行上面，这样呢就不断不断的稳固基础，或者呢就是归于净土，也是一一切都回归在净土上面。那么这样必然能往生，学任何东西都是呢增强净土的信愿，提升往生的品位，任何三根都回向在这个要点上面。 那么金兔一门圆成呢？一切佛道都能圆成啊！就像这样，我们要能够回归。那么在座的多数都是那中年人。现在这个时代很颠倒，五十岁以后还喜欢被别人叫美女，实际上过了四十岁呀，已经就是中年人了。所以呢，这种说法不能这个岁数。 那同样，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大家要有知知自知之明、啊。现在我们听什么也很快忘记，已经不适合再去翻翻的搞很多很多了，不然就像那只猴子一样了。今天得到这个发，嫁到右腋下不去修，明天那里穿发，自己跑去得到了，又放在这个作业下。 当架到这个左边、右边的就丢了，失去右边的、左边的又丢了，像这样永远得不到一个东西啊！所以呢，应该反过来守住一条道路，其他东西呢都配在这条路上啊。譬如我们正在修大圆满前行，那么听菩提道次第光论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都涉及到前行的修会上来。 都作为它的补充，作为它的质量，这样就对了。那么同样的，我们以净土为贵宿，就处处不忘净土，处处回向净土。这上面都有心愿，都有他的修持，两个搭配起来，精神决定成功，哎，决定成功。那么这样，我们的心就安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条非常完备的大道。 修法的内涵全部在这里面，而且呢，它很简要的，避免了一般人盲目花费无数时间翻翻而读、翻翻而学的过失。而且他的纲要就是是十三个内容，而且他的纲要就是十三个内容，每一个怎么充实它，学任何经、任何教，全部陪在这上面，这样。 我们就抓住了纲要，哎，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中年人，在座啊，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这种类型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把削发的要点、削发的方式抓住，把这个中间突出再突出。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就定下来，以大圆满前行的道规作为。 这一生唯一的主线，文思修都在这条主线上进行，无论学什么，都配在这条主线上面。这样我们人人就安心了，大家也有定界。这条有十三个环节的大道，的确已经设定了真道前的一切的修行了。哎，大家也有定界。 这条有十三个环节的大道，的确呢，已经完全设计了真道歉的一切的修行了。如果你本人能够修得成，那么今生能开悟，那当然最好了。再加上净土，那的确就是有弥有净土，犹如大交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啊，那是无比殊胜的一件大事。如果不能开悟，也不要紧。 你有前景，你有进度，必然能往生，而且就是高品位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踏实了，就不会乱来了。否则的话呢，忙东忙西，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下一年又很快就过去了，一年一年这样很快过去了，自己的心还是没有一点进展。这样继续下去，五年一慌就过去了。 一点点修量也没有，全新的第一个还是糊里糊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无念的这个黄金世界是撞了一肚子的知识，说起来头头是道，傲慢心也很高，但是呢，心特别特别散乱。像这样乱来，心都安不下来，非常恐慌，还能成什么呢？啊，这就决定你一生的命运。不过如此。 只能劝你不要堕落。那么有人啊提出问题：你上面讲六字诀，而不是说到光和声吗？为什么这里又叫我们要右波范月专受一路呢？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专、光、声啊是需要辨别的。我们说的光和声是在。 专制上说的，而不是在杂志上说的。也就是说，我们收住了这一条要道，遵守注释给的要诀，然后在这个要道的各个要素上面，都是呢以光入到身当中去，是这样的意思。很多人无法辨别，有的人说现在这个时代音缘很欠缺，很泛滥。 没有办法学很多很多，因此呢，我们要短平快。那么有的人说啊，短平快是不幸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根基很差很差，又经过几十年的一种邪的熏陶，又经过几十年的邪的熏陶，吸气特别特别深，就连哎、呃、去之间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必须得长期训习。 哎，譬如过去人修一遍前行就行，现在修善变都不解决问题啊。所以呢，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很多人无法辨别。那么就像这样，如何来处理呢？像刚才说的，所谓的煎药的煎，就是我们没有时间，今生下一年不到的一个修法的时间，一定要把它用在要点上面。 在根本的要点上面，尽要用在刀刃上面。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做一个抉择。那么现在特别特别幸运的就是，大诸师门已经汇集成一个最好的秀法，我们没有必要选择别的了，也不必再动其他的脑筋。如果你本人有真正的信心，现在就已经给你。 架好了一条高速公路，你就按照这条路走。如果你对他有信心、有深见，就再也不东攀西怨了。这个叫做坚，这个叫做月。那么这条道上的若干要素的确设计了整个道的要素要害。那么这样就不会反反而是的。 而且呢，已经给你架设了十三个界梯，你就一季一季的走上去，就好比啊读十三个年级的课程一样，每个年级里面又分出了若干章节，这就决定了你在这一学期里面需要完成几个环节的学习，而且呢，一开始就给你做做指点，在每个环节里面怎么教授，怎么听闻。 之后啊、呃，怎么去思维做功课？要这样一记一记的上去。那么为什么又要,要广呢？大家需要明白，正是由于我们现在起步很晚，再加上习气很深很深，各种错乱观念很多很多，由于障蔽力很大很大，所以呢，必须通过很多很广的方面，要挖住很深很深的心。 这个心转了以后呢，才开始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所以呢，我们只要有第一步的进展，那么后面就会顺利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真心愿意去入道了，对这个特别有依了。哎，就像一个人一旦这个可以说就是尝到蜂蜜的甜，这个之后呢，就还想继续吃。 或者呢，服药的人经过精心的按照疗程来一直服药，已经这个焕发了活力，治愈了一些病的时候，他会有信心继续服下去。那就跟这个道理一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十三个环节啊不算多，每个环节都一定要把量做到，而且呢要加倍量来做，那么这样才有效果，不能。 很马虎的过去，看起来好像一下子完了，实际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效果啊！就像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身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不痛不痒的，是一种表面化的治疗，这望了没有用啊，这就不行。每一个这个疗程都必须有一些触动。 要发热、要发汗，或者做手术的时候，有些痛感等等等等，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些过了以后呢，才会发现轻松了不少，纠正了很多，呃，自己身心系统向良化的方面发展了。啊，这就可以说做的比较到位了，因为这个可以说自己发现轻松不少了。 纠正了很多，那自己身心系统啊，向良化的方面发展了，那这就可以说做的比较到位了。那么，像这样十三个这个疗程，每个地方都必须以光而胜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个问题，我再用比喻来说明一下，好比这个挖坑，挖的大一点。 就能够深入。那么，同样在开发性的时候，要让它的触触及面大，方方面面都有变现的一个机会，从各个角度出发。比如，我谈一个精神修行的重点，如果只讲一堂课，估计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呢，我连续不断的讲，七次，这就会出现很好的一个效果。什么原因呢？ 这个呢符合边性的规律，要从方方面面促进、拉动你的心。你心上有很多很多跟这个相悖的地方，必须搭中这些点之后，你的心才有反应。那么进一步还要把你的心拉开来，从各个方面引着你去看。如果你没有看清楚，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心就不大意，啊，心里不大意，你就不愿意变。 没有很广阔的见识，一份一份的看到，人的心是真的不会变的啊，不转变的。再加上时间人呢都有这个惰性，凡夫人都有惰性，不愿意动，并且呢传习了七十年的观念不愿意丢下，或者呢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也是很难改的。就像一个农民天天躺在墙根下晒。 样不下地干活，那么你对他做思想工作，不是两句话就能搞定的。他有惰性，就不愿意动，必须不断不断的刺激他，他的心才可能变动一点，否则他宁可饿死也不改变。你如果事情退他落他，他自会不情愿的说：“好吧，好吧。” 我去城里干一点吧，啊等等，或者说我做点什么，改变一下吧。你看认的多心多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有责任心又好心，为了承本大的利的话呢，你不要顾很多面子，不留情，自己就是当面。 要说清楚你的心态这个缺点，你的修心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居住，或者说你的文饰的方式，或者是你的这些词典啊，都不如法，都是那乱套的，嗯，乱这个可以说就是这样搞，没有好的结果，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必须要不给面子，直截了当的要说出来，这样子话呢，他的这个可以说观念上，他的修行上，他的一种这个词体修行啊，还是说就是很。 专业很精进的，或者说就是他特别特别有种这个长久性，然后呢，从很多很多啊广泛的角度学来以后呢，内心深处啊，他才真正深入，有个深度，这样子心里面才有这个道心，才有真正能够看破方向，能够啊希求解脱发，而且呢，很精进的在解脱道上面前进啊等等，才会出现。所以呢。 不给面子，不留情，直接就是要去讲，否则这个时代的人的这个惰性很强，散乱的啊，这种这个习惯也很这个可以说就是啊坚固了。然后呢，在这个可以说外在犹豫的这种啊，这个诱惑的东西啊太多了啊，这个花花世界外在诱惑的也太多了。然后呢，就像一个三五岁的孩子一样啊，就是上网，或者是玩电脑，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聊天，或者就是。 啊，在这个微流程里面，这个可以说就是，呃，享受的这个欲望心啊，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这个可以说就是增长这个欲望心啊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直接这个啊讲，只实啊绕一绕这样做啊没有大的意思，而且有时候呢不会领会你的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心意，所以呢不如直截了当的应该需要讲。 反正这个好心，有责任心，又有方法，又有把握，又有智慧观察，对大家有帮助的事情的话呢，干脆直接就是说出来，不必要给面子，不然的话呢，中心的这个啊、呃，可以说很多方面就是这种问题很重，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宗盛的啊，德心好大，很坚固，不去这样这个可以说脆，不去这样这个直截了当讲，直接。 让他这个可以说觉醒，否则的话呢，啊，很给面子的，然后扭亲，然后呢就是绕来绕去说半天，一句话都听不懂，不如直接说出来。我想这样子的话对大家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反腐在人会里面的惰性实在太强太强了。包括石家夫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难拓的这个惰性就像牛皮一样，没有办法改。为什么？因为他。 太沉迷他的生活了，他觉得自己的老婆那么好，整天就想做老婆，根本没有办法修道。那么，只有他看到了这个天界和地狱的情况，才受触动，之后呢，才变得修道非常认真。呃，过去就是一个玩耍。那么这样就知道，这个观念不变动，就起不了大的作用。那么，要想变动观念，就 必须横广，过去牢牢制作的观念非常强大。如果受限不是很广的挖坑，它就变不了，一点都挖不下去。横广的挖了以后呢，才开始慢慢的挖下去，这个心开始松动了。哎，横广的挖了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挖下去，这个心才开始。 松动，再继续挖进去就有更大的一个松动，再挖下去才能把它泥透的这个山根掉出来。之后呢，他就开始恐慌了，要修行了，或者山根有了，开始要持清净的戒了。那么方方面面意识到的这个时候，他的道心才出来。道心出来以后呢，才可能去向正道，否则只是。 表面玩耍，里面根深蒂固的还是反复的病情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就的。不必说修成大开悟，连脱离三恶趣都很困难了。那么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吗？为什么要广？为什么要深呢？我再来把这个批语啊讲的细致一点。一般人心里也有一块。 好大的石头，现在有宋东，要征拼这块儿地，那么就需要挖很大很大的坑，花好大的一个金，然后呢，从这个石头的左边、右边、前边、后边，用好几个这个铁签，才把它敲起来。不敲起来，根本没有戏。后面没有办法平整地面，使得它柔软。 是非教学等等都没有办法做。同样，现在我们心里积存了好大的恶心，有好大的细心，有间接的万事，所以呢，一下子是搞不懂的。必须挖好大的坑，它才能松动。有了这个松动，才有转机。松动以后，还要继续加力。 从各个方面去跳动，而且呢，要很大范的挖，很大范的挖，只要范围大，才能从各个角度把铁签伸进去。那么伸进去之后呢，要从各个方面面综合用力，才能把它挑起来。哎，才能把它给挑起来的。那么就像这样。 我给啊、呃、你们做思想工作是如此，你们给自己做思想工作也是这样。说白了，前面的观察修就是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在见解上完全看到不一样，在见解上完全看到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一块很大的长子石头，就是说把无常做做成长的那样的。 很大的一个长子石头，看到任何地方都是长，事事因为这些地方我可以依靠，它是呃很常存在的，有价值的，它是有意义的等等。要把这块长子的石头敲掉，就必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方方面面去敲它。也就是说，让你从宏观、微观，或者呢，就是。 外七街、有情街，以及这个出世间、甚至世间的凡夫，还有呢自己身边的动物啊、亲人、啊、事业等等，方方面面都看到，全都是无常性。方方面面都要看到，它就是无常性。之后，藏子的这个石头才可以彻底的敲掉。那么敲掉以后呢，你的心就平正了，安住在无常的土地上，就开始生长，一心。 修发的庄稼，那么同样，我们现在非常愚蠢的浪费生命，浪费下面人生的价值。所以呢，一定要从元气上看到，下面人生是多么难得啊！一旦失去，再也得不到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珍惜下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要。 一再的骂自己，一再劝自己，哎，一再的劝自己，要从各个方面去说，啊，就像对说你像的农民，叫他啊自力更生，怎么样发家致富那样，要不断不断的给他灌输，他麻痹的这个身界才开始动一点，啊，是这么困难的，所以呢，当然是要广一点，才能挖得深。 生了以后呢，内心深处的根子才能泡动，之后呢才有转进，啊、哎，的确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的意思说啊，现在呢自己啊不给面子，不留情，然后呢好心有责任心，有方法对大家修行有帮助，或者说浪费很多下面的时间，或者乱掏很杂乱的方式学修，最后对弘发立身，对治理修行。 对这个结局甚是大事，起不到作用，但是一辈子这样就过去了，那这样行吗？我们不是去啊，可以说就是随便这个打游戏啊，玩这个啊，可以说这样那样的一个啊戏论，也不是这样子，我们也不是不懂事的小岁啊三岁的小孩一样，我们也不是压根不懂事的小孩那样，所以呢，现在呢，确确实实就是人生的修行的终点。 一定要抓住。那么我通过很多不同的这个批语给大家讲，都是呢啊引导大家，让大家有个很好的一个启发，然后呢抓住啊这些关键性的问题，而且呢就是现在现在当下当下要开始来，否则是来不及了。无来人生非常短暂，然后呢每天。 不管是睡觉、做饭、吃饭等等，一斤这个可以说每天的时间一般都这样，这个可以说空耗了。然后呢，有限的生命，很多这个忙忙碌碌这样下去，那一辈子能够修得到一个啊，潜心法当中讲的最基本的、根本的这个法，就很算不错了。 还有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归宿的话，那算这个可以说就是得下面人生又一；否则的话呢，确确实实人生短暂一场梦，然后一晃就五年十年过去了，说是学大进段了，五年十年学了，有些人还学得好一点啊，记得住一点，背得出来一点，但是呢，修行是没有进步的。有些人连五年啊八年学的，到了第六年的时候，前五年学的几乎全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说修，连学的东西。 全都忘掉了，这样这个可以说不懂事的小孩在玩一样，怎么能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所有自他的世间，所有自他的下面的这种身份，或者说啊这个生命啊这个啊可以说学佛法这么一点点来，这个可以说就是混日子，这样过下去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是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必须当下当下，现在现在就必须抓住精神。 修心的重点，在这上面呢，有这种转移精进，然后呢，从各个方面呢，好像有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没有这个懒惰心，很这个精气的状态。从广的善的角度这样下来，那么内心深处呢，确实有一种这个可以说啊，这个道心，道心起来了以后呢，这个上面呢，确实修心就啊、呃、很容易，或者说他的这个心态啊。 真真真正就是如理如法的一个啊心态来这个可以说修这个啊解脱的法，也就是说，所有这个十八界的众生没有一个一样的，都像尼古德了。尤其是暂时尼古德了，尤其是彻底究竟的尼古德了。不管怎么样，都是尼古德了。但是暂时究竟的一切的尼古德了，必须要如理如法的依靠这个，可以说就是佛法。 文思修行才能成就，包括佛以下还是凡夫众生以上，没有任何差别。但关键现在这么珍贵的法，我们这个可以说就是没有抓住重点，没有这个次第，很乱。然后呢，就是又削一点，又放下，又不削，然后呢，削的修的都换来换去，变来变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啊，确确实实非常不理想。 这个根本不叫这个可以说就是红发离身，也不叫自己啊，这个去如发生毁灭的修行当中。所以呢，这块再不能这个可以说就是下去，一定要有一种大的改变，一定要有个大的决心觉悟。然后呢，提心政治战念，对自己的身份、现在的年龄、现在的阶段、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意愿，从方方面面要观察好，根据自己的情况。 一定要抓住修行的重点，这个特别重要。那么，呃，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晚上啊、呃、继续讲课啊、呃，其他呢没有多说的。呃，明天也是啊、呃，正好逢上师如啊、呃、大涅槃啊安住这个发生智慧的啊、呃、吉祥日。呃，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能够这个呃发清净的大愿，做机智金章，然后对于文宗工秀的。 啊，发挥做随喜，包括呢，我们明天啊，可以说就是由这个会供啊，这样的一种这个书生的修法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一种这个啊万宗啊功修的啊功德，然后呢，最后呢，以这个普贤大愿摄置要做啊大的这个可以说就是功修啊回向三更的一种这个。 呃，出生日，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这个可以说啊，一早一晚要精进啊，一早一晚都要精进。平时我们三百六十五天当中没有那么精进，但是呢，特殊的日子，尤其是吉祥的日子，尤其是宫中大秀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想办法由头由外的啊，由头由尾的三十三种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宫秀，包括晚上都有课，这样的话呢，一天当中呢可以积累。 很大，很塑身。 很圆满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成佛的质量，或者呢辽脱深色的一个修法的三根啊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要啊、呃、珍惜，包括一些在家的居士呢，明天想办法啊，就是不不要单独去上班，能够这个参与大众公修啊，修生的三根也是非常非常修生。很多地方呢啊，就是自己当地在居心啊内盘发挥，这非常好啊、呃，在当地新生房啊上市这个发卖，在当地公。 修这个方涅槃发挥也是非常好的，是一个大的啊这个元气创造的一个这个质量，所以啊大家要团结，要玩中一心，大家共同啊做这个公修，那、啊、这样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元气啊，希望大家要珍惜啊。下面我们共同学习的三根啊这个围住，那么一切一切的是发界的。 凡夫啊，深着的优楼、五楼、三根，全部做这个啊、呃、大随喜心，然后呢，随喜后呢，啊，以这个普贤大愿应之做啊总的普皆回乡请道友们念修普贤宣品。 慈父一得一切智，摧父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时。 宝财妙法甘露味，是地无道功德满，速疾证得金刚持。